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视环保的话，就可以维护好健康的生态环境。除了生活习惯之外，在购物上面也可以有这样的概念，比如说可以选择经典款，或者是常常的去整理你的衣柜。你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件你曾经很喜欢却遗忘了的衣服，或者是你可以大概知道你的衣服有哪些，而不去重复性的购买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购物概念也是永续的一个精神。